来。谢谢谢谢，非常舞蹈团漂亮的姑娘们，热烈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非常六加一的互动渠道呢一直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有什么梦想想法或者愿望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给我们，全国的手机用户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10669999981，说不定呢我们的方向呢就跟我常说的，既然有梦想干嘛不来。再次欢迎现场朋友的光临，欢迎你们。所有的短信呢我们都储存在电脑当中，现在呢我要随机挑选出10位朋友，我要和他进行电话互动。来，电脑储备准备，停。好了，这10位朋友，感谢你们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马上呢，我要打电话给你们啊！但是呢，游戏规则是，如果电话打通之后无响，你要不接听。或者是呢彩铃在规定时间内呢你要不接听的话呢你就和幸运擦肩而过了，很抱歉，那幸运呢要回到我们的现场。连线，手机尾号4865，要一辆电动车。好家伙，前面铺垫那么多啊。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吗？啊，李勇啊。啊，你好，是在山东啊？啊，是啊。您怎么称呼呢？姓薛。姓苏。姓薛。姓薛。哎。薛大姐您好啊，您非常的幸运，您是第一个选单的人。薛女士，来选择一个号码，如果金花字店电动车。你有几号了？一到十号。啊，一到十号。八号。几号？八号。八号。啊。好，薛女士，恭喜八号袋砸开，最后是金花世界，没有问题。电动车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您，我们会随时跟您保持电话联系的。那打扰了，时间关系我们挂线了，再见，联系。云南，手机尾号3610。数码相机。你们喊叫声太大，待会儿即时中断声音我都听不到哈。走。六四零。来，选择一个号码，告诉我几号。5号吧。5号，自己来，从我这个方向。来，手机一款送给你，举起来大家看一看，举起来大家看一看，恭喜恭喜恭喜！联系。信息来自江苏，手机尾号3569，想从我这儿砸出个女儿喜欢的粉色拉杆书包。哎呦，现在孩子真是学习负担太重了哈，书包都变成拉杆箱了。选择一个金蛋，告诉我几号？几号？2号，自己来。好，恭喜，手机1部送给您，谢谢。连接。内蒙古，给他妈妈弄一台豆浆机。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真的？假的可以挂电话了。哦。你好，是在内蒙古对不对？对。怎么称呼？王。小王，现在来选金蛋，序号1到10号，10颗金蛋，来选一下。那7号有没有了？有，就在我头上。哦，就那个。7号吗？是吗？嗯。
好，恭喜西药蛋砸开之后是金花四季，那没有问题的豆浆机由非常六加一送给您的母亲，谢谢，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祝你母亲身体健康，再见，再见。信息来自贵州，手机尾号3824，结婚多年一直没和老婆那个照结婚照，现在儿子都快两岁了，决心满足这个愿望。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就是您。姑娘，告诉我选中哪个号码了？六号。六号。恭喜。连线广东，手机尾号5940，送张非常六加一门票，机票他自己订。喂，老吴。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阿奇，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阿奇啊，非常想来看非常六加一，对吗？看到你的短信了。你是李勇大哥啊？对呀、啊，说半天。你好，你好，你好。啊，看到你的短信已经上传在我手里的 PDA 里了。你说你自己可以订机票，是不是？六加一送你一张门票。现在还有五颗金蛋，1、3、4、9、10，任意的选择一颗，金花四溅。九号吧。阿奇没有问题，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的钟爱，真的很多朋友呢，这和你完全不一样，你只要一张门票哈，那没有问题的，一定会满足你这个愿望。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如果有录影的话呢，一定会提前通知到你，不耽误你的工作。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好吗？好，再见，阿奇，再见，连线。福建，手机尾号9473，多功能电饭煲。喂。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你好。你怎么了？感冒了？有一点。啊？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我也感冒了，我也感冒了最近。阿姨怎么称呼啊？我姓王。王姑娘，最近感冒的人挺多的，你看我在带病工作哈，开玩笑开玩笑哈。王姑娘，四颗金蛋，1、3、4、10，四选一，来，王姑娘。那我选一吧。一。王姑娘很遗憾，一号蛋砸开之后是空蛋，不过不要紧，这只是一个互动游戏，有机会呢我们在这个电话互动，好好保重身体啊，提早的恢复健康。那先关上就挂线了，再见，连线。江苏，手机尾号1901，走进电视，能看电视的手机。行，就是您。来，小伙子看半天了，现在三选一，告诉我一个号码。十号。十号。对。谢谢你，谢谢。信息来自浙江，手机尾号1774，希望送他一个掌上游戏机。张，六，四，零。玩什么深沉在那儿？装模作样，来，二选一，我选三号。三号。恭喜，来，
九金一环送给你，谢谢谢谢。联系最后一通信息呢，来自内蒙古，手机尾号0907，公务员考试书籍。Sorry， 谢谢。加油！六、四、零。没这歌曲，谢老板，谢谢啊，来。恭喜，谢谢。好了，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们电话互动呢到这里又告一段落了，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如果大家有什么梦想、想法、愿望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给我们。全国的手机用户呢，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说不定我们就帮你的忙。正在播出的是《非常六加一》，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那今天依然会有主人公登上非常六加一的梦想舞台，他的编号依然是1号、2号、3号，他们究竟会是谁？有单人的，也有组团来的，他们的工作，他们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才艺呢？我们来细细了解一下。首先呢，是今天的一号主人公，在一号主人公和大家见面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呢，透过一个微信先来了解一下。在中国大饭店的咖啡厅，我们见到了今天的一号选手刘洪涛。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光临中国大饭店咖啡厅。刘洪涛就是这家餐厅的一名厨师，每天早上7点，他就要来到这里开始一天的忙碌工作。除了准备各种菜品，厨师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确保食品用料的新鲜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当天制作的菜品贴上标签，记录下制作的准确时间。另外，检查冰箱是否正常运转也是厨师的日常工作之一。您可别小看这个小油盒，有了它，厨师们就可以测量冰箱内的温度。如果与机身的温度不符，那就要找专人维修了。一番忙碌之后，刘洪涛终于开始做菜了。就在这时，他还告诉了我们一个他做菜的规矩。我这个东西做出完了以后，必须要跟照片上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标准。看画做菜，你一定觉得新鲜。我们一起来看看刘洪涛的最后成果吧。欢迎一号主人公刘洪涛。看多墙上叠庄，秦香莲他32岁的壮个当朝，驸马两个军军王的满皇上的悔婚男儿，赵东壮将壮之家，只在了某地大唐上。嘿，你好，刘洪涛，你好。来，勇哥，嘛呀？不是，你这一出来又是勺子又是刀，你要干什么呀？你下我就是先上来表演一节目，活跃活跃气氛嘛。你这叫活跃气氛呀？没事，别给我一惊吓。离我近点，人家呢演员都离您近着呢，我怎么离您那么远啊？不，你能把那刀 我就先放下去。对，你先放边上。那我跟你握个手。欢迎刘洪涛。哎，你好。欢迎刘洪涛来到非常六加一。大家好。放心多了，是吧？你看那个长把刀。我刚才看到你们这个所在机构啊，非常的讲究，对对对，做菜也非常讲究。你刚才做的那是法式的吧？应该，是怎么说？英文叫 cocktail shrimp，就是鸡尾酒配鸡尾酒汁配大虾。哦，单位挺规矩挺多，那你觉得你适应吗？咱们大家都平时做的一件事，那就是洗手。
我刚到大饭店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洗手就有点跟那个林黛玉进大观园那感觉似的。您能带玉进大观园？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我们先来这个看一看林黛玉第一次啊是怎么进大观园的。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呢、啊，没有，想到把自个儿当男林黛玉啊，男林黛玉啊，刘黛玉啊，因为我们那里的洗手规矩比较多，做餐饮行业最重要的就是饮食卫生，现在叫食品安全法，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必须达到这点的。对对对，现场来给我们演示演示，怎么个不一样？那洗手还有什么区别呀、啊？没问题，没问题，把东西加伙拿着。有的东西还真挺多，谁帮个忙啊？帮个忙吧，勇哥。我，哎呦，您能为我，哎呦，您能，我也给您发里发里。你看，你看那林黛玉进大观园，有多少人围着忙活？几样东西啊？一二三四，四样，四样东西。加我，来来三位，您过来，您。你觉得按我们现在这四位的这个体格，哪个使哪个比较方便？这个女孩。来拿那个指甲刷，不用，我自己刷就行。你帮我拿一下。哦，你洗啊？哦，给您洗啊？你不是说我手干净，但是您不知道我这过程是怎么着？我们从这伺候您去，您要弄不好，我这还得再教您，多麻烦呀！您回去再试去，我跟这儿给大家演示一遍就得了呗。好。那个勇哥，您来这洗手液这行吗？给您找一活干，您要不然看着多没意思。啊，我拿洗手液。哎，兄弟。装点的滴了壶，滴了壶。哎，这哥们儿，你就来这个，咱站一下顺序。哎，第一，您来第一个，然后您第二个，我第二个。对，您的第一个，你第一个，我第二个，然后他第三个，你第三个，你最后一个。哎，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来，来浇水，谢谢。把手都要润湿润透，好，谢谢。然后洗手液。哎，稍等。我们那儿这个有一个就是默认的规矩，就是这洗手液涂到手上以后要搓揉二十秒钟啊，谁给这二十秒钟谁给记个数，要不然您唱一两只老虎，两只，两只老虎我就会唱两句，我带着您唱没事，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够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两只老虎，这不是唱一遍吗？是，再唱一遍呗。两只老虎，我挤多了是吧？是挤太多了。行了，好，谢谢您，那个差不多了，您把指甲刷给我。啊，这个我们是要刷指甲的。因为这指甲缝里头都有污垢，大家都知道，它藏在里边，我们要给它刷干净。你说林黛玉要进大观园，拿一刷子刷指甲。好，来，您水，好，谢谢。这就是不会伺候人你。你看这点你就不如，这点你就不如勇哥，你看，勇哥特别有眼力劲。不好喝啊！最后再用纸巾，要用一次性纸巾把手擦干。啊，如果就是像我们饭店的，还有那种烘干手的设备，最好就是在那里烘干。这是为，这是餐饮的，是一定要讲究卫生，对对对对，达到标准。
咱还算不错啊、哦。咱四个呀，集体给这林黛玉当了回丫鬟。但是呢，咱虽然当丫鬟吧，咱也贴身，你发现没有？对，贴身。这些家伙们用完之后，你看，仆人们拿下去。这有内勤和外勤之分。我这还准备了一份礼物给您。行，你就别再忽悠我了。真的，一出门。一把勺子一把刀，然后呢一看完林黛玉进大观园，我就给他滴起手液，两次忽悠我。你礼物你爱给谁，哎谁傻谁啊，不这个谁愿意谁要啊，您就别怪兄长不仗义了，我怪你成，你我就不花样，你就那点儿来上礼物。你们别高兴太早，我告诉你啊，这个里面要么就是龙须面，要么就是炒饼子，还不带肉的。那你们猜猜这里面会是什么？您别闹行吗？我们能那么抠吗？您琢磨，你出门两番，我还你让我猜什么都不过分。我跟你讲，你们随便啊，你们随便。在最后给您一次机会，您争，我压根就不可能。得嘞，你这都是你们仨，请好吧您。这是我特意为您做的龙虾沙拉，使的还是波士顿龙虾。您别啊，您不就是龙须子，是龙虾须子有。这龙须面有点硬。这您别怪我了吧，这个。这个我把你们仨叫上来干嘛呢？我这哥几个，咱不能让人白忙活，您说是吧？您白忙活了，那我就不说什么了。我肠子都悔青了，你们随便。那我把这给各位分着吃了啊，吃吧，没事，我给您再留点，不要。你说你一开始啊，你不拿刀子不拿勺子，不让我伺候你，这还没这吃，好吃吗？那玩意儿？远渡重洋游到中国也不容易啊。哇，他为了找您来，他容易吗？您还不理他。给勇哥来一盘，咱别说不来就真不来，干嘛呀？这是别去，人啊得有点骨气。勇哥你真爷们儿，有点骨气，拿过来。你吃就当我吃了啊。有龙虾吗？这里头有啊，有就好，有就好，有就好。有那里头有，谢。那这个您还要不要了？没了，没龙虾了。人家有骨气，别让我看见啊！得嘞，那师傅们谢谢了。那刘洪涛他在这个工作之余呢，他会有一些什么爱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边吃边了解。在咖啡厅里，除了和刘洪涛一样的中国员工，我们还见到了他的一位外国同事。这位来自美国的罗曼先生就是刘洪涛的领导了。别看他们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但是到了午休，那可就完全变了样。今天呢，我教大家一种那个戏曲的方式，叫做叫板。来，大家跟我学习一下。原来是刘洪涛在教大家唱戏。学一下啊，就是。这唱法实在太痛苦了，刘洪涛想了个新方法，分解教学，先教眼神。眼神是瞪啊，千万是瞪，不是说哎就是睁眯瞳，不是，是瞪，就是让人觉得是真在生气。因为既然你要是唱什么就得像什么，是不是？来，先跟我学眼神，瞪瞪，眼神瞪。
看罗马先生真是入戏呀、啊，练了眼神。教大家手势，手势是感觉就是叫板，就这事没完没了，你知道吗？这事就是不行了。红花之后，这种感觉，咬着桃牙似的，就跟你知道吗？看来这架势京剧没学会，锻炼身体的作用倒是达到了。你这是教人唱京剧呢？对，你这诚心整人家？没有没有，不可能。我告诉你、啊，领导，领导，我你们领导今天来了吗？我得告你一段，回去好修理你。别，您别跟我们领导说，您别跟我们领导说，到时候给我小琴说，您别跟他说。你在哪儿？在哪儿？你的中文会说，中文会说。I'm sorry. 啊、oh, ，no, 不是。你认为刚才刘洪涛教给你的是京剧吗？Do you think that Leon teach you is Beijing opera just now? I think he's a very, very good teacher. I think I may have a career in the opera. Thank you for that. 他认为 Leon 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以后可以在京剧这方面可以做一个事业的发展。他教你的京剧啊，完全是在整你，根本不适合你。那不对，你觉得？你觉得？听我说完，听我说。你别说，不对，龙虾我没吃上，你还不让我说话？你看还记仇？你觉得他教你的京剧适合不适合你 ？I think it was very educational and very nice to learn a little bit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once again, Leon really has potential and he can go far in the opera business. Thank you. 他认为 Leon 还是一个很好的同事，尤其在那个京剧这方面，他可以在这些方面发展的更好一些。他认为这个他京剧唱的还很不错。人家说的没错。其实，高明加油！哦，三个人，三个人站。Thank you, Mr. Roman. 谢谢你，也谢谢你。怎么着，勇哥？以后好好教人家。我觉得我教的挺好的，真的。这个，比如说剁鱼的时候适合。本来想让他修理修理，没想到你俩串通好的，我跟你讲。没有没有。那马上呢，你要步入梦想之门了。好嘞，刘洪涛，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你好运。谢谢勇哥。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
手中的你的天堂，天苍苍，野茫茫，人心皆静安详，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野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野茫茫，人心皆静安详，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野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野茫茫，人心皆静安详，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欢迎回来，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九八十二，和大家见证新的二号主人公。二号主人公呢，仨叫燃情组合。之前呢，我们依然是通过一段微信来了解他们。为了寻找今天的二号选手组合，我们第一站来到了西宁市天然气公司。听说组合的核心人物郭亚兰就在这里工作。他不在，肯定到车队去了。我们去车队找他。嗯，好的，谢谢。你不用谢。郭亚兰在公司负责管理工作，所以经常要到各个部门走访巡视。问一下，您看见郭亚兰了吗？啊，他刚在这儿，是不是去食堂了呀？啊，您带我去一下。行行行，好了好了好了，这就是我们的食堂。大姐，哎，郭哥见了吗？刚走着，到培训中心去了。啊。从办公室到车队，从车队到食堂，就是不见人。郭亚兰呀，郭亚兰，赖导演千呼万唤，他就是不出来。他是那个新闻娱乐栏目组的，然后你报名了，我参加我们节目，我们是来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太感谢了，太感谢，谢谢，谢谢，谢谢。你还有两个那个一个组合不是吗？还有两个人，对对对，然后他们现在我能见到他们吗？对，哎呦，这个时间可能在班上，那我带你们到他们那个上班的地方再找他们吧。好的，啊，好，走。燃气服务大厅，看来我们要找的组合二号人物就在这里了。找着了。这个收缴燃气费的姑娘就是燃情组合成员之一马艳红。好，那个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的过来采访你，拍摄一下，快，咱们参加非常六加一。那最后一个成员又在哪儿呢？别急，我们马上就去。现在我们俩就带你去找我们的第三位成员，他的工作非常神秘。对，燃气门站。这里就是组合成员罗希文工作的地方。首先进入场站，我们需要更换服装。这个是防微防静电的释放球，您也必须得摸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场站的一个规定。行了。行了。这个是什么？就是这个。哪个是？蓝帽子，就这个蓝帽子。把电灯阀关掉，把那个阀关掉，把放空放。这回我们可凑齐了，我是郭亚兰，我是马艳红，我是罗倩文，我们是燃情组合。来，我们掌声有请二号燃情组合。
端起甜美的青稞酒，给在场的各位观众献上我们最深沉的祝福。扎西德勒，西德勒，祝您身体健康，扎西德勒。欢迎年轻组合，勇哥好，刘佳一，你好，勇哥你好，你们好。这世道变了，过去的六加一啊，很多的主人公上来之后呢，都是先把酒敬给我。你看今儿两番儿，我是燃情组合。对，维希尔当初在寻找你们是不同的三个工作岗位。对对对。那据说啊，你们是能歌善舞，样样精通，对不对？那当然，那当然，这必须的。这是肯定的，口气有点大了，还行吧？你们说对不对啊？谢谢。说对的就是刚才喝了酒的，就喝高了，你们是不是？这个能歌善舞，样样精通啊，我们得考察一下。来，上来。我在这儿了。这人你们俩熟吧？三姐对歌，你要跟他们对歌啊啊！三姐姐对歌，跟你们对歌行吗？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我劝你一句啊，你现在对面仨姐姐，你一抵仨，你顶得住吗？你顶得住啊！哥，您看我的。哎，不，你听我讲，千万别再给我丢人，好吧？我给您丢过人吗？那我为什么老扣你工资呢？这我也纳闷啊，这事儿。你纳闷什么？你纳闷啊？看你的了，今天啊，大家伙呢，大家伙以这儿为中心，这一班的朋友呢，就给燃情组合加油；这一班朋友呢，就给二加油啊。这个加油，给我们加油啊！你看哈，谢谢谢谢。你看你们仨。我在中间做裁判，好好啊！你一个人，你先来对歌。这边的掌声应该比他们更热烈。要下嘴了啊！哎，什么有嘴不说话嘞？塞喽喽，什么无嘴叫喳喳嘞？塞喽喽，什么有脚不走路哎？什么无脚走天下嘞？茶壶有嘴不说话嘞？寥寥落，铜锣无嘴叫喳喳嘞？寥寥落。财主有脚不走路哎，铜钱有脚走天下嘞。哎，财主有脚不走路哎，铜钱无脚走天下嘞。快，观众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哎呀，还有点本事呢吗？还行。我打你，你信吗？电影里就这么唱的，你就这么对，那他们当然对得上了。你能编个新的行吗？编个新的。编个新的。编个新的。没那什么，快快点，等着呢。啥工作啊？每月工资不发，还得玩原创，这是人干的活吗？那个，来了啊。哎，什么头发大卷卷嘞？塞喽喽，什么脸蛋瘦长长嘞？塞喽喽，什么身材细高高嘞？什么一笑笑黄？花嘞，嘿，勇哥头发大卷卷嘞，寥寥落；勇哥脸蛋瘦长长嘞，寥寥落；勇哥身材细高高哎，勇哥一笑笑黄瓜嘞，哎，勇哥身材细高高哎，勇哥一笑笑黄瓜嘞。唱可好哈！我让你是来跟他们比来了，你给他们来加油来了是吧？那你要气死我啊！那你再换，我再换，最后一次机会了，再发奖金吗？你要这次能把他们赢了，肯定发奖金。来，快快快快！唱啥呀？我等我再观察呀，我编头。你还这是老观察我干嘛？嘿。
你 A 个头啊，你赶紧唱啊。对，我们等着呢。A 的不错。哎，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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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一起。儿啊，我觉得你唱歌天分挺好的，但是跟人比赛来讲啊，你还是端菜比较合适。扇子哈，替你哥我拿着。我真替你，我找个缝我就钻进去，我告诉你。那奖金呢？奖金是肯定没指望了，在永乐会我扣，在这儿我一样扣你奖金。快回去吧啊，想通点啊，去端菜。谢谢。再见。人生太精彩了。再见。我们言归正传，燃情组合，他们这个组合从创建啊，其实还有一段小小的经历啊，什么样的经历呢？我们来了解。虽然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是由于分工不同，最初郭亚兰、马艳红以及罗倩文三人并不熟识，而去年4月27日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这一切。我回来的路上，他一辆那个康明斯，就是他违章调头从高速路，然后就横在马路中间，当时的速度可能在90迈，就直接撞上去了。我的胳膊是断了三节，就是左胳膊断了三节，当时肺全部挤压没了。这是我当时出车祸时留下的一个疤。严重的身体损伤让郭亚兰一度陷入昏迷，而当他从沉睡中醒来，亚兰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我的同事可能来了，各个部门都来了，可能有50-60个，买的各种各样的花，然后每天都有好多花，然后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牛奶，好多鸡蛋，我感觉都非常的特别的关怀。同事们的关心与爱护让郭亚兰信心倍增。康复出院后，他对生活以及身边的同事都有了新的认识。这次车祸对于我来讲，就是说可以说是人生的一种重生，可以说是一种整合。那么在生命过程中，我希望就是说我给我给关怀的这些人能够帮助他们，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喜欢这种艺术，或者说喜欢这样跳跳舞唱唱歌，那我就把大家弄就集合在一块儿，然后我们一起共同就是说去圆这个梦，能够都登上一个梦想的舞台。就这样，郭亚兰开始把同事们组织在一起，慢慢的这个年轻人的小团体壮大了起来。大家好，我是一名收费员，我喜欢跳舞。大家好，我是公司劳资员，我喜欢唱歌。大家好，我是资产管理员，我也喜欢跳舞。大家好，我是一名收费工，我喜欢吹吹牛开开玩笑。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老忘掉。其实刚开始我进这个单位的时候，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孤僻，然后比较抗拒某些外界的东西的，但是到艺术团以后就不一样，好像就是性格一下子改变好多。哎，原来我还可以就是这样开朗一点。参加这个艺术团呢，我觉得我就是把我的这个特点全部能发挥出来了。像以前也许小时候就是喜欢唱唱歌跳跳舞随便扭几下，但是不敢展示给别人看，但参加这个以后敢在台上唱歌了，变得自信了，我觉得挺好的，挺开心的，特别开心。来，郭亚兰，是不是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我从这边开始。啊，他叫梁贤，是我们场站的配技工。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叫李康宁，是我们工程管理员。你好。他叫王晓明，是我们劳资管理员。你好。他叫熊生强，是我们的客户服务员。你好，你好。他叫田丽君，是我们的后勤管理员。你好。
他叫齐小磊，是我们的工程设计师。你好。这是张俊，是我们的场站配气工。你好，大老远来到北京啊，来到非常六加一，有没有想对燃情组合要说点什么的？对他们三位。我们这次专程从西宁赶来，有两个目的，一是给我们的兰姐，然后他们加油打气，还有就是想借此机会对兰姐说感谢你，谢谢你对我们平时生活上的照顾和关心，因为你，我们这里所有的人走到了一起，从同事变成了朋友，从朋友变成了兄弟姐妹，成为一家人，使我们生活上更加温暖。虽然平时我们不对你说什么感谢，但是我们心里都记得很清。谢谢你，郭姐，你永远是我们最亲的姐姐。这是最真情的一个加油啊！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是一次意外。对的，我当时出车祸呢，可以说非常严重，就是在所有人眼里是捡了一条命。嗯，因为当时在高速路上以后撞到康明斯，我的肺全部挤烂了，真的，当时因为我一直昏迷到第二天早上可能凌晨五六点的时候，我睁开眼的时候，我的兄弟姐妹有其中在我的床前站着，有我的同事，有我们单位的领导，都一直等着我睁开眼睛。那么我忽然发现外面的天很蓝很蓝，然后我真的，我看见病房里有一台电视机，我就在想，我说这真很神奇啊，这是怎么能里面出图像，这好像重生了一样，就是那样的感觉。但是除了父母亲给我的关怀，我对单位的依赖很大，所以我想我把我所有的爱，除了给我的父母，我想把我所有的爱还要给我的兄弟姐妹，给我的同事，给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燃情组合呢要步入梦想之门了，我们一起来送他们好吧。我们整整齐齐的要送你们进梦想之门，那梦想之门呢即将为你们开启。燃情组合，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你们好运。谢谢你，谢谢勇哥。走唱了。
在播出的是非常六加一，马上可以看到的是三号主人公，掌声有请三号主人公马思明。三号选手马思明是国家电网的一名电力抢修人员，第一次见到马思明正好遇到他外出抢修，顾不上说话，摄制组只好一同前往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险情。看来毛病就出在这根电杆上，没一会儿功夫，马思明三下五除二就爬到了电杆上的电箱那里，打开一看，啊，里面竟然有小鸟筑巢，那下一步就是清除隐患了。认识马思明的人都说他长了一双灵巧的手，除了维修电路，他还有一个绝活，拉小提琴，而这悠扬的琴声也深深寄托了马思明一段难忘的往事。